这里就是冒险。你们，主人，空气清新。主人，您是不是想家了？别难过，预言给您编一个魔法吧，在苏兰的星空上写下愿望，很灵验的哦。这是什么？看上去似乎和流星碎片有些不一样。哇，好厉害！你说的对，星光入梦，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倘若有朝一日，你所守护之物与你的挚友无法两全，你当作何抉择？如若它存在于世，就注定会将一切化为焦土，你又当如何？遵循你的心愿，永渊之门已经开启，我将在此等候你的到来。啊，这里是，我是。
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九黎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先生说你出关在即，所以我来接你。先生可好？龙渊现下情形如何？封印有些松动，不过眼下并无大碍，师兄放心。至于先生，长留于创世回廊之中。走吧，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一个人留在这里侍奉先生左右，很闷吧？怎么会？先生指点良多，我也获益匪浅。封印松动以后，这里的石灵也开始不安了。师兄且慢，此处的禁制总括龙渊诸禁，不可强行破解。记得先生说过。不错不错，不过我怎么不知道你还通晓星象？师兄还记得那天的星空吗？湖树，师兄快看，水下繁花，花瓣。啊，小心！你就是选定之人，今日看来并无过人之处。前辈，师兄其实无需多言。何为选定之理？何为守护之道？你将于此自证。本源之同中，不容分毫虚妄。不过如此，被命运之轮选中的人只有这种程度吗？你的心还在动，你口中的守护又有几分可信？
大人料事如神，秦少时选中他，果然是有原因的。的苏兰城地图，有空的话可以逛逛呢。等你熟悉了这里，就可以正式开启冒险者的旅途了。谢谢。原来苏兰有这么多风景名胜。今天西雨湾，还有你先。是呀，我来到这里。没想到你来这里这么久了。我其实也没有很想。虽然我可以把那些精彩的故事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把冒险家的热血生活了。时间不早吗？我倒是觉得这些设计各有特点，放松心情，压力太大皮肤会变差的哟。呀，来新客人了。没错。喜欢什么颜色呢？我们青儿难得夸人有天赋，不错，这件衣服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。
没想到路程这么远。哎呀，错过上一场，其实啊，估计有一半。那倒不是，是吗？西域湾音乐节，西族人。